息的，是你是不自知的温柔。嗨，你们现在讽刺的情书，有没有？哦，第六五秒是不是？有没有很揪心？有没有觉得导演眼睛有点来不及看啊？看到了，很快很，留言太快了。爱田，你出镜太少了，辛苦你的眼睛了。果然有人说，果然要，哎，我看错镜头了。有人说，果然要专业的演员来演，说话再给我实在一点啊！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才请一个专业的演员蓉蓉来动情演出。啊，黑仔是我们吉他手，我们的那个音控师的狗儿，他的流浪狗，非常的有爱心。黑仔中年发那个了，发那个你知道，真的是很有那个气，福气啊。他现在是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是吗？因为今天练团是九月份。演唱会，对啊，我都还没有那个介绍主题，就是那边今天是为了一一演唱会练团，然后希望在演唱会之前跟大家有一些互动这样，然后让你们了解练团的状况，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买票了，如果看练团的状况很糟，想说啊，早知道当时不要抢票，好糟哦，也来不及了啊、哦！好，现在哦，小乐手提问，哦，好，黑仔提问，今天啊、是哦，演唱会倒数十一天，现在心情如何？很懵，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好像下下周日我人。首歌觉得段落特别难的，就是大家听到的讽刺的情书，你们自己可以在家里唱唱看，因为他这首歌音域算蛮广的，18度音，就是低音颇低，然后高音有一个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丁世光要那样写，但很感谢，就是这张专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丁世光的作品，然后跟他邀歌，他就帮我写了这首歌，然后大家听的都很喜欢，然后是一个不一样的情歌，不一样的挑战。
对，虽然说那个高音很逼人，所以应该练团等一下要确认把这个歌唱熟。等一下想听吗？我们乐手老师都散着散，走着走。想要看他们吗？可以给你们看。怎么看呢？不能转镜头，就用这种方式看。看到他们吗？我这样很聪明，看到你们嘞，有谁？你们想看小鱼吗？想看谁可以自己点名啊？想看小鱼还是小廖还是谁？哦，他们想要听先知，演唱会唱先知吗？应该会吧，新歌我都好想要唱哦。这个放出来的背景音好大声哦！哦，有人想要看小要小鱼，小鱼圆要看你耶，他摇头 ，sorry， 不能逼他们。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日常生活真的在使用这个生活的载体吗？生活的载体。包包就包包啊，生活载体，这就是生活载体，里面放什么生活用品呢？让我们一一来揭晓一下啊。让我自己日常生活啊，或是爬山，我就很爱背这种小车，就后面会有一个后背包，但这边就可以快速的拿手机啊，然后卫生纸啊一些东西，手机。这里面有这个哎，你们的那个网络上有没有？拍出来这个吗？看不清楚。还有什么？他们都会回答我哎、欸！我跟你们说，都哎，真的形象有点不好。他们一群人都没有人回答我，因为在直播，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声音也不想要进来，所以他们都会很冷漠，都不回答我的话。我的话都很像丢进水里面。第二句水里面还有咚一声，我跟他问他们还没有咚一声哦，小鱼刚好咚一声了，想要听我清唱，希望有人说我是美女主播，是最欢乐。傅真我要哭了，不要哭啊，怎么了吗？哦，有人有问演唱会有荧光棒吗？这样弄得我整怕好像在怎样购物台哦。你刚刚说什么东西刷起来？子晴，你刚刚说什么东西刷起来？要买的哦，喜欢刷起来。他们说直播的直播主哦，还是什么的喜欢的刷起来。来，演唱会有没有荧光棒？有，专门为一一演唱会设计的荧光棒，喜欢刷起来。但不好意思，我们只送不卖。这一段好像直播主哦。好，不好意思，只送不卖，只送不卖。好、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荧光棒很用心的设计，一一演唱会的荧光棒，喜欢刷起来哦，刷起来，喜不喜欢？我开给你们看。我不会开，死定。啊，黑仔。甚至是否爱情满分谁会找到这个一一演唱会呢？之所以叫一一演唱会发光棒，它就是跟一一有关系，然后它可以变色，绿色可以变色，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这下面还有一个图案，大家可以来一一的解锁，这里面有三个密码，符号密码，你要看到哪三个符号密码吗？猜出来的，你在演唱会的座位上就可以拿到这个荧光棒。猜出来哪三个符号密码的朋友，等一下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奖励？我再想想看，看这样子拿，这边这怎么看？这样看。
好，我很不会介绍。哎，廖晨，我要介绍一下这个。你要入镜哎，你要介绍这个？你为人好大方，你赶快走，我不忍看你这样。你好大方哦，微微你来，看你有没有。哦，不要。那小乐手你要不要来？上次po照片的小乐手，他其实很可爱的，你们不要再骂小乐手了，他们都很辛苦又很可爱，好不好？好，练团，对不对？小乐手辛苦，网络不容易，好不好？大家多多包涵。练团都会准备什么法宝，好好护嗓子呢？就是少说话啊，多喝水啊。像今天就没有好好的护嗓，因为刚刚就狂笑了一番啊，狂野的笑了一下，所以就不是太好。嗯，演出前会特别进补什么食物吗？其实不会，我就是正常饮食，保持一种觉得自己没有要开演唱会的心情，就是平常心，用平常心面对。哎，还有橘色，哎，它会闪。哎，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有什么三个符号密码？哎，哦，有人猜无限一 sigma。Sigma 不是跟五弦哦 ，Sigma 是总和，无限一有还有什么？它怎么提示呢？这样吗？怎么猜出来？这样有吗？所以荧光棒是当天位置上有吗？对，有人猜中了吗？三个都猜中了，哪三个？我要公布吗？我要现在公布吗？我要公布吗？哦，哪三个呢？就是 H， 有没有看啊 ？H， 然后 EE， 这也是 EE， 一，然后呢，这个就是 Sigma 的符号，是吗？是这样？是这样吗？这个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你来比啊，你手入镜就好了。不，可能。好了，反正就是有，对不对？你们也猜对了，那他也真的就有，好不好？比不出来，有点痛苦。那我先把它关了。喜欢吗？你们喜欢这个发光棒吗？喜欢的刷起来。好，刚刚有人说我很像美女直播主，美女直播主都会说什么？什么喷射机刷起来还是什么跑车刷起来之类的，刷一下，爱死喜欢。诶，为什么说我适合打架？没有啊，我适合唱歌吧。他们说美女主播都会唱歌，好，所以大家想听我唱歌吗？等一下，等如果我的乐手老师们都一一的回来练团室，有机会得到他们一一的首肯，我就唱一首给你们听，好吗？当作是大家有猜到三个符号密码吗？我们要直播多久啊？好干哦，可以结束了吗？不能结束，要结束吗？还有几分钟？十分钟？不要，我再帮他们追。争取一下，可以11分钟吗？一个沙漏过完的时间，我们再结束直播好吗？你们知道这个时间的尺？哦，黑仔知道，时间的尺它就是符合演唱会的主题，有11分钟，就是把它漏完就是11分钟，然后这个沙漏就代表时间的总和 Sigma 的那个图案，是不是很可爱？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大家真的一一回来嘞，一一听到我的召唤。这次演唱会不只是二巡，也是与歌迷们共度的第十年，会觉得很特别、很不一样吗？不会啊，就是演唱会啊。没有啊，就很特别啊，哈、哦，特别开心，就是十年，觉得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长的数字，但是就一次又一次的上台，
然后拿起麦克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们一次一次的跟我相聚，然后就这样十年嘞，好奇妙哦！但是还是充满想要唱歌跟期待的心情哎，所以还是很期待。哎，是有便当吗？好像便当来了，有人要去接一下吗？因为我们等一下晚餐有订便当，有便当。对，我们也是要吃饭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我们的乐手老师都一一回到座位上了，所以我们要不要来带来一首演唱会的？可以吗，老师们？你们有看到建奇老师吗？我的专辑制作人跟我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很辛苦的建奇老师，相当的繁忙，相当的辛苦。好，大家想听什么？你们觉得要唱哪首比较好？让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吃播，我要唱歌，你们说要看吃播。哦，因为刚刚叫便当送便当的，所以大家想要看我表演吃播。可是我们的沙漏快要漏完了耶，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把握时间？比较想要听看吃播还是听美女主播唱歌呢？嗯，皆可。哎，大家还蛮会玩的耶，就是一一的歌名啊，皆可啊，都用得挺好的。哎，大家要听玄日先知。哪一个刷最多，你们帮我看一下哪一首歌。皆可很多，他们的皆可是刷皆可这首歌要美女主播唱，还是说我要当美女主播唱歌，还是表演吃便当的吃播，这两件事情皆可。他们是在回答啊、哦，其实先知也很多耶，所以大家都想听新专辑的歌。没有人想听小幸运吗？你们你们不懂爱听小幸运，为什么现在这样子刷起先知跟玄日啊，还有皆可。哇，所以代表大家都还蛮喜欢新专辑推出的这些新的单曲啊。建奇老师好棒哦大家都喜欢新歌哦。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不唱小幸运咯，我们来唱一首新专辑的歌曲。要唱什么？看最多的是，好，他们小编们、小乐手们统计出来了，最多人想要听的是轻快活泼的《先知》。但在唱《先知》之前，我想要透过今天的直播跟大家说，因为之前练团的时候，在有一个段落，《先知》这首歌的有一个段落，我就觉得很孤独无依，然后很无助。我需要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这么干燥，希望大家可以陪我。黑仔想要进去那一间欸，他一直在不好意思就是大家知道你们猜是哪一段，想要你们帮忙我唱先知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哦，呜呜啊呜吗？呜啊呜，我会。对，很多人猜啊呜，啊呜那个地方可以，大家全场一起啊呜，其实那个感觉很不错。但其实我是想要你们帮我唱英文那一段，因为我英文比较不好，我就从小就母语不是英文，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唱 You should know about it, I didn't know about it 那一段，好不好？好吗？所以那我们等一下等于我跟你们一起练团，你们练你们该唱的部分，然后我唱我该唱的部分啊。9月25号，他说有人说我母语也不是英文，边吃边唱。好，所以大家都有准备好吗？大家 ready 了吗？ You should know about it, I didn't know about it。 准备好了吗？那我戴上我的耳机，先戴上我的耳机。前面的你们，谢谢你们陪我一起练团。准备好了吗？你们，我们乐手正等你们啊。其实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可以啊，他们专业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啊。哎呦，有人挺贪的耶，说先知唱完唱小幸运。好，先一一的先唱先知，
然后小幸运我们看 feel 好不好？可以，准备好了，可以搭配舞蹈吗？弹不可以。好，啊、哦，紧张哦，嗯、哦，好。这下我不是问那个网络前面的朋友，我是在问老师。那我们先知 OK 咯。Let's go! 哦，这前奏很长。为你们献唱的先知吗？喜欢的刷起来，笑得很开心。平常一定有在看美女主播直播，对不对？动静乐团的阿滚，承认刷起来。所以是看美女，对吗？对吗？啊，那新歌叫什么名字？动静。下来一下嘛。小心耳机，耳机的线。对，可以打歌，难得哦。直播主任，你看又要上直播了。嗨，大家好，我是动静乐团阿滚。请关注
田馥甄的新演唱会。谢谢。那你们的新歌想要挑战 rap 歌曲吗？会有特别的惊喜吗？原本想要讲不会的，可是怕被觉得我这个人怎么的很厉害呢？谢谢你的称赞。五专已经听到了六首歌，一首是有什么有趣的吗？对，因为我们时间的尺已经其实跑完了，再跑一次不管。还有什么呢？上次演唱会敲木鱼，这次会带登山杖吗？不知道什么桥段带登山杖上去会比较适合，我们再想想看在哪边放进去会比较好。多聊聊日常，大半年了很想念我，我这不就来了吗？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在演唱会碰面，好期待哦，好紧张哦，超久没有站上台，哇，紧张死我了。还有什么？十分钟，实体就好了哦。好，很久没有跟歌迷们 talking 环节，是紧张多一些还是激动多一些呢？别提到我的烦恼，烦恼多一些。不然我就随心所欲吧，那时候想聊什么就聊什么，这样。谢谢大家的提问，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对不起。我跟大家敬个礼。唱完之后，哦，对，刚刚先知我是念他们的 round down， 真的很不会直播哎，哈、哦。就等一下我们要继续练团了，然后我也怕刚刚便当来冷掉，就是想要大家先去把便当吃饱之后才有力气，我们今天要继续练团。希望演唱会碰面的时候就是状态是好的，我们的音乐状态其实现在已经都有一些旧的歌有做一些新的编曲的调整，然后当然我自己也很期待唱新专辑的歌，因为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所以好期待哦，好期待可以见到你们哦，好紧张哦，好，整个人生很多紧张的事。好，那现在要干嘛？再见了吗？终于结束这一切了。直播真的很难啦。那我看一下他们的话。好，拜拜。问说会不会唱讽刺的情书，我等一下加把劲努力的练习一下，希望可以唱，大家期待。